潘金虎兵败乌湖关。这一天有个小伙子姓周，叫周兴，毛遂自荐，说他有办法可退朱棣的大兵。韩金虎有点不信，要看看，说个现在的话就是考试，合格不合格。你想这个帅府这个院子能小得了吗？方砖铺地，十分宽阔呀。就是一个人在这练武是匆匆有余。再看周兴，把头上的虎头巾摁了摁，腰里的围裙紧了紧，摁帽子提靴子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。一伸手把枪拿过来了，这条枪可不是他的，是在兵刃架子上撤下来的一条普通的花枪，后把一压，前把一翻，砰砰砰砰，先抖了个乌龙摆尾，后练了个怪蟒翻身，紧跟着两个手腕子一摇，来了个金鸡乱点头。兵器不就这样吗？刀砍一大片，枪扎一条线呐。这枪是长得老学的老，无边无厌，多大的能耐你也不能说把这枪使绝了。韩金虎本身就使枪，他深懂得这里的奥秘啊。你看这小伙子身手不凡呐，就这三下干净漂亮利索。就拿这金鸡乱点头来说，你要仔细一数，一共十八个枪尖，这一个枪尖怎么十八个？就是他练得快，这一哆嗦十八个。像韩金虎这样的能力，充其量也就能抖出九个枪尖的，田代彪也不超过十三个。这小伙能抖到十八个，可见两万的之上这功夫有多大。韩金虎就为之一惊，好，接茬你往下练，本驸马亏待不了你。再看周兴，走行门迈过步，把大枪抖开了，在院就练起来了。真应了那句话，身如蛇形，腿如钻，猫窜狗闪，兔滚鹰翻，练得跟枪山相似。咱这么说吧，这院里就好像刮起了风似的，在这观看的都是武术大师，都是指着枪把子吃饭的内行啊。大伙看完了无不鼓掌称大，好，练得好。哇，你别看他们叫好，就这小伙练的这趟枪叫什么名他们可叫不上来。等练完了，周兴把枪招一收，轻轻地放到兵刃架子上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来到韩金虎面前一施礼，驸马您见笑了。把韩金虎乐的北都找不着了，站起身来拍着周兴的肩头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周兴啊周兴，真有你的高，实在是高啊。难道说老天爷睁眼把你赐予本驸马？现在啊，我就做决定，不用请旨，我保举你为前不正印先行官之职，在本驸马的帐前听用，你看如何？谢驸马的栽培。你有盔甲吗？我没有。没有，好嘞，
来啊，把库房打开，领着周将军去挑挑，什么好给他拿什么。众人难得看到韩金虎这么重用人才，这小子闹半天是鼻子不到这份上，水尽山穷，他才不这样。咱们简短结说，两个总兵官，一个管库的，把周兴领到库里去了，所有的盔甲全都亮出来任他挑选。周兴挑来挑去，挑了那么一套凤翅鎏金盔、金锁连环甲、征袍、靴子、战裙、护背旗，全挑好了。等这回再穿戴上，二次见韩金虎，韩金虎更吃惊了。为什么呢？这就叫人配衣服，马配鞍鞯。你看，同是一个人，由于服装不同而显得不同啊。方才他戴着虎头巾，围着个普通的裙子，那多寒酸呢。这阵顶盔冠甲、罩袍、束带、机甲、蓝裙往前面一站，真好像金甲的天神。韩金虎这个乐呀，真是大将爷，哈哈哈哈。小心啊，从现在开始你甭回家了，就在我的帐下听用。驸马，我还有话没说完啊。说什么事儿？刚才我跟你讲了，我们一共两口人度日，我还有个老娘。今儿个我进城来卖柴火，我娘还不知道我入伍了，回去我跟我母亲得打个招呼。另外呢，跟您要求要求，能不能给我两间房子，把我娘接来，我们娘儿两个好度日。我这人不敢说孝死，一天不见我娘也不行。好，这才叫英雄呢，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当头嘛。对父母尊敬，这不是英雄的本色。你放心，现在我派人套车把你娘接来。干嘛给两间房？20间都有啊。来人，把我的后院收拾干净，让先锋官母子居住。扎实。韩金虎有权呢，不亚如圣旨一般，他一说话下面闻风而动。咱书不重叙，第二天把周兴他娘给接来了，他娘也挺高兴，和往后院一住，更换衣服。韩金虎还给伯了5个老妈、10个女人，到这使奴换被、吃尽穿绝，一步登天。咱这么说，打周兴到了韩金虎的帐下，3日一小宴，5日一大宴，韩金虎对待周兴特殊的恩待。突然这一天警报传来，报驸马监军大人可了不得，燕王朱棣领着10几万雄兵兵发芜湖关，离着我们不远了，请求驸马早拿定夺，宰他。蓝旗下去了，韩金虎吩咐一声擂鼓巨将，宝刀大将铁公然、铁宝元、铁宝山，所有的总兵官包括周兴全都上厅听点。韩金虎怀中抱着天子剑往当间一坐，先用眼睛往左右看看。各位将军，一场大战又在眼前呐，我奉天子明诏和娘娘的手书，必定死守芜湖关。官在，你我大家在；官不在，咱们俩耳朵香炉就得搬家呀。
从我这往下说，一个可也活不了。愿诸公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，不能够把本官放弃了，你们懂吗？懂了，我们明白。好，周兴听令，在。周兴啊，你来了这么些日子，本驸马对你如何？对我天高地厚之恩。好，光嘴说没用，现在是你出息的机会来了，听见没有？燕王领着人马兵发乌关，这可是一场硬仗啊，你有多大的能耐就施展多大的能耐，本驸马绝不会亏待于你。末将遵旨。韩金虎给了周兴一万大军在关前扎营，他领着其他人在芜湖关城里守着。您说这韩金虎多奸呢，他打算在城上看看热闹，如果周兴像他说的那样把燕王杀退，比什么全强，如果要不行，这一万人我也不要了，反正我也不能让朱棣占了芜湖关呐。他是安的这个主意。没过三天，燕王的大兵就到了，铺天盖地呀，在芜湖关关前安下营寨。头天晚上没事，次日平明，燕王千岁是列队在关前。他们知道韩金虎在芜湖关呢，也明白这是一场硬战，把芜湖关拿下来，长驱直入，就赶奔雨花台，再往前一出溜就是南京。谁不高兴啊？这功夫不卖力气，等什么时候？所以燕王手下的官兵一个个擦拳魔掌，耀耀欲试啊。单说燕王把队伍排摆之后，立马横枪讨敌骂战。时间不大，周兴列了队。再看周兴一马趟翻呐，在手中使他那把三挺冷焰锥。他不出马还则罢了，他这一出马，小矬子徐芳第一个发现的。徐芳把枣核脑袋一扑了，他歪歪歪的，哎呦，这不是周兴吗？在黑瞎子沟他救过我的命啊，甭提这小伙多仁义了。后来我一提到我是保燕王的，唯独提到老常家，他突然变了脸了，拎着我脖领子吧唧把我扔出来了。哟，这小伙保了韩金虎了，是他，错不了。徐芳啊是个部下的将官，他一转身到了燕王码头的前头，王家千岁，我认得这个人。人徐将军，你认识的？认识，他叫周兴，是这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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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事。徐芳把经过讲说一遍，燕王点点头，那好啊，要那么说，徐将军你到两军阵前去看看怎么回事，但能把此人收降最好是收降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回王家千岁，这家伙能力太大，射箭射得最准，要把他收下，您就多了一条膀臂。告诉别人先别过家，我试试。燕王点头。徐芳又跟大元帅田代彪打着招呼，撒脚如飞，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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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到周兴的马前，他站住了，把铁棒槌一碰，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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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恩公一向可好啊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周兴带住坐骑，双手横冷燕锥
哈西要往马脖子下边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徐芳个头太矮，他再不骑马，这玩意瞅着他费事。周兴看罢多时，微微一笑：“哦，是你呀，哈哈哈哈，咱俩还是老朋友呢，不错不错。要没有恩公你，我就变了黑瞎子粪喽。哎，恩公啊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这个你问不着，阁下。”那阵咱分别的挺匆忙，我没来得及问你。你果然到这保了燕王。是啊，我没瞒着你，都跟你说了。你叫什么名？徐芳啊，北下唐云是我老师啊。徐芳，咱们俩的事儿一会儿再说，我请你回去。我说你身后的陪着黄袍腰里系孝带子那个，那是谁？那就是我们四殿下朱棣。你回去叫他过来。怎么？你有话跟他说。我一枪扎死他。我再问问你，哪个叫田代彪？哪个叫高艳平？哪个叫长茂？来没来？我一枪扎俩眼，我非得解解恨不可。哎呀，徐芳一想，什么毛病呢？那天我一提老常家，当时这肝火就上起来了。你看现在提到老常家的名，眼睛他都立起来了。究竟他们有什么仇恨？徐芳摸不着头啊。我说周兴啊，你先消消火，压压气儿，甭着急。能不能听我劝说你几句？讲。小伙子，你是一块美玉，怎么掉到粪坑里头了呢？哎，你看你多聪明啊，如今走入歧途啊。韩金虎是个什么东西，你知道不？你摸清没摸清？这小子仗着是皇亲国戚，残害忠良，垄断朝纲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，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吃人饭不拉人屎，坏事他都做绝了。就凭你堂堂的英雄好汉，怎么能跟他搅在一起的？哎呀，我真替你难过呀。周兴，念你是我救命的恩人，又那么点的岁数，有话我不能不说。错了没关系，知错必改，乃为俊杰。能不能保我们四殿下？你要答应的话，我一句话，马上把你介绍给燕王千岁，官比这还得大。另外呢，名声也好听啊。那你就成了忠臣了。我周兴，能不能听我的良言相劝呢？现在你就得给我个答复。呸！没等徐芳说完，周兴就变了脸了，把冷箭追一晃。徐芳啊，我跟你不能废吐沫，你赶紧给我滚回去。你让那有能耐的过来，挠一挠本将军，我领着人马冲过去，杀你们个恶牙不剩，鸡犬不留！喷喷喷！把冷艳锥他就晃动开了。咱这么说，徐芳怎么劝，周兴也听不进去。后来徐芳也急了，把枣核脑袋一拨来呀，哎，好良言难劝，该死鬼呀！抱着橛子拉屎，你还登上劲了你？周兴啊，我对你可仁至义尽。既然你真听不进去，咱就是两国的仇敌，还用别人吗？我徐芳就能对付你。周兴点点头，好啊，
既然你敢跟我交手，那就请吧。谁呀？可把徐芳气坏了，双脚一点地，蹭，使了个旱地拔葱，他蹦起有一丈二三尺高了。干嘛蹦那么高啊？不蹦那么高够不着啊。再看他身子悬到半悬空，两把冰铁棒子并到一块儿，搂头便打，噗，扑奔周兴的面门。周兴一不慌二不忙啊，使了个举火烧天式，又叫横弹铁门栓，开，往上一降。徐芳久经大敌，可不吃这亏。他知道这冷艳锥上秤腰腰最少也得150斤，这要碰到我的棒子上，双棒非飞了不可呀。徐芳不吃这眼前亏，啪，赶紧收招换式，手腕子往下一压，双棒奔着周兴花盖穴便点，唰就到。周兴往旁边一拧身子，使了个犀牛望月，又往外一蹦。你说这玩意儿打仗，家伙能碰不到一块儿？这回徐芳没躲利索，正好碰到双棒上，啪呀，真飞了。把徐芳震的手腕子发酸呐，两个膀子像掉了环了似的。哎呦呦呦呦！撒脚如飞，把双棒捡回来。徐芳这回可真急了，好小子，翻脸不认人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别看你把我救了，我也不感谢你。今天老子跟你玩命，走吧！这回他不打人了，仗着他个小，晃双棒砸马腿。你周兴能叫他砸什么？做大将的，上护其身，下护其马呀。倘若战马受伤，这大将有多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了。所以徐芳伤人一个马谈何容易。就这样人来人往，大战了20回合没分输赢。徐芳一想啊，今儿个不玩点狠头的不行了。玩什么狠头的？他一低头看着自己脖子囊之中的枣核镖，你说我给你放点血吧，我看你周兴厉害，是我小矬子厉害。想到这，徐芳他要下毒手。